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好，我是夏妙妍。今日呢好重要，虽然打风的日子，但是呢这位朋友呢就是他的牛一了。 Happy birthday， 黄子华，9月5号啊，64的 Happy birthday， 生日快乐。咁亦都恭喜你啦，因为你的舞台剧呢就一开卖呢，就好像未公开卖已经爆晒啦。咁啊，由12月份呢，我知道你一路都忙碌㗎啦，就会做成两个月咁耐啦。咁我諗好多你嘅粉丝呢都希望你嘅生日礼物其中就係可以再加长，但係我相信都好辛苦啊。我唔知嘉玲姐得唔得。有趣嘅係，即係你哋开记者会嘅时候呢，咁亦都讲咗话初初呢，你为咗要打动啊嘉玲姐同你合作呢，你係亲自去游说佢㗎。咁终于呢，即係嘉玲姐原本想推㗎，但係知道係你呢，就即系谂完之后都考虑嘅，考虑完之后咧就都应承咗吓。咁啊，我谂你系讲得好好，你话嗯，因为你有要求，所以嘉玲姐话你有眼光。大家好，我是夏妙然博士，今天是王子华的生日 ，Happy Birthday 64哈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因为你啊快要演出你的舞台剧。然后在卖票已经爆满了，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你的生日礼物就是可以再加长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，可能要问一问啊刘嘉宁可不可以再加长。无论如何就是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So this is sharing the my blessing to 黄子华 ，So Happy Birthday to 黄子华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 64。皆さん、今日は香港の女優、黄子华、Happy Birthday、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誕生日、おめでとうね。彼は、すぐ、香港のドラマ、現出します。でも、今、満席ですね。咁希望你如果鍾意我 YouTube channel 嘅话，希望你可以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